你看这首我歌已经有祈祷。吴亦凡、吴亦坤、张超、热依扎，来有请。好的，所有的粉丝来打上招呼，来，我们一起打招呼，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大家好 ，OK， 这一刻呢，我希望我们全场的朋友呢，给一点回应，好不好？你们开心吗？开心。OK， 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将跟我们的这个主演啊来进行一个互动，好不好？那首先我来问一个问题，那张超跟这个我们的任一扎。是第一次来出演的这个大屏幕的这个演出，那在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啊，你们的感受是怎么样？跟我们的全场的粉丝来进行一个分享。来，二位为谦虚。其实我们的感受更多的是想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觉得怎么样？好，好。你们的感受怎么样？好像你们热情不够呢，足够好不好？就是。来，再来点热情，好不好？好不好看？对，要达到你的足够的热情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。嗯，来张超呢？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喜欢，然后以后会更加努力，然后希望大家看完电影以后回去发发微博。知道了。对，那个转转朋友圈，然后就是不转的可以帮转的点赞，对，谢谢。OK 啊，是全力的为我们这一部呢影片来进行宣传，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全场的。粉丝朋友们一定呢是赶快来发微信发微博，来发动自己的周围的所有的朋友来关注我们的电影，并且呢走进电影院来观看这部电影，好吗？好。 OK， 那接下来我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人气非常旺的我们的这个一凡，你也第一部来出演的这个电影，您对你自己的表现感觉怎么样？这个过程当中，有哪些你认为还比较有意思的这些故事啊？有没有跟我们大家一同来分享一下？我对我的表现感觉就还可以吧。那个，你们觉得呢？啊？对对对对，我觉得永远都还有进步的空间，继续努力吧。对。继续努力，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现场的粉丝朋友们，你们给他打多少分？一百分。OK， 谢谢，非常的热情啊。所以说，来我们的那个立坤也说两句好不好？大家好，谢谢你们喜欢我们的电影，然后走出电影院，见到人就告诉他们有一个地方这个电影特别好看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那最后呢，有请呢我们的徐导再次来说上两句，好不好？也是特别感谢大家来看这个电影，然后站在我旁边的四个小朋友，有的是第一次正式有公映的电影出来，有的是第一次演主角，有的人是第一次演电影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对他们的表演能够满意，也喜欢他们的表演。当然了。也喜欢我们的电影，还有就是如果觉得喜欢的话，就向你的好朋友去推荐一下我们的电影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这一刻呢非常感谢我们的五位主创，好吧，再次的感谢你们，来休息好不好？再次感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，首先来拍一张照片好吗？来，先大家来进行一个集体这样一个合影。谢谢呢，再次感谢我们的五位主创，来再次感谢。好了，那现场旁边的听众再次跟大家来说一下，假如你们感兴趣的话，假如说呢，你可以呢跟你现场的你周围的朋友呢，赶快来分享这样一个消息，让他们能够走进影院来观看到我们这部片子。再次的感谢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